从前，在大海里很深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美人鱼宫。妈妈为什么要离开家？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她自己？爸爸出事前那个晚上，喂，你只有在生气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是真实的。事实现在已经摆在眼前，你已经没有资格，没有了。你和男朋友研究好了吗？我怀孕了，我不觉得他想跟我有孩子。我真的有能力做一个法宝吗？想，我记得这里。妈，哎，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为什么今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阿妹，妈妈骗我们的啦，这世界上哪有美人鱼？Hello， 大家好。代表念念去跟韩国的朋友，还有很多国际间的朋友见面，这样子。那因为大家去都是去釜山影展十天了，大家都是去前五天，我一个人在后面后五天，我感到相当的寂寞。不会不会，你的导演还在吗？而且小鲜肉应该也走了，大叔一个人待在那边不知道要干嘛，说真的。陪我，你要陪我吗？好，我就等着你啊。我菜刀。那可是我一看到他，我就要变慢动作。对，不会菜刀对釜山很熟，对，不用担心。好，谢谢大家。